哇，大猫，今天太阳好大呀，我不想在外面干活了呢，我们回家去好不好呀？好呀，回家我给你煮饭吃。咦，你那个技术我有点不太相信，我看一下这两栋房子，你喜欢哪一栋，我们就是哪一栋是我们的家，怎么样？右边吧，这边。这边是不是个？好，这个白木挺好看的。对。来，大猫请进。哎，我进来了。我们先去楼上休息一下吧，我好累呀，我想喝点水。哦，珍妮在哪里呢？大猫，这儿，你看粉色的水杯不是你的最爱吗？快点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喝。来，给你。嗯，大猫觉得水好甜甜哦，喝饱了。是吗？我喝一下。嗯，你喝嘛，是不是很甜甜？哇，真的好甜。来，我们去楼上休息一下吧。大猫，你来，来，你进这个里面，我给你洗澡。你身上的毛有点太乱了，我给你洗一下啊。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吹得干吗？你别打我呀！这就是洗澡啊！哎呦，那我也帮你洗。我已经很干净了，不需要洗了。快去洗！算了算了，大猫，我好饿哟，怎么办呢？点外卖呀！你不吃我做的。这有个手机，我要点了哈，大猫子，我点一份，你点一份，怎么样？好的，我也点一份。我先点一份外卖，外卖套餐。我们是果木小别墅，还有密码呀？密码随便输一下，点一下那个手指就可以了。哦，下单成功了，外卖到了，外卖到了，哦、外卖到了，走走走，去楼下，快去拿，快点，我饿了，饿死我了，快点，我要吃，快，快点啊，你走这么慢，哎，你别打我，走错了，这是我的吗？那是我的外卖在我手上，粉色的餐桌，又是大猫喜欢的，我打开看一下啊，我获得肯德基套餐，快，我要吃可乐，哇塞，还有一个香辣牛肉丸子面，听起来都好好吃的样子，对吧？拿出来呀，你拿出来呀，我要吃、哦、哎，我还没开始吃，你这个人，你等我嘛，我放了一起吃，我没有吃，不，你吃了，你看，这个外卖点的真的是好豪华呀，大猫你想吃哪一个？嗯，我吃这个面，我也要吃一口，没了，空了。你把碗都要吃掉了。吃两根薯条。我也要吃薯条。哎，你这个人，一口没了，一口干了，气死我了！我要喝奶茶。我喝奶茶。哦，你又喝完了。我吃饱了，我都在打饱嗝了。那我们睡觉去吧。哎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走走走，睡觉睡觉。哎，吃饱了就睡，这有点像猪哎，大猫。管他的，睡觉吧。好的。